苏佩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我要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林墨，问一个爱串门的人，所以我要问林墨，请分享 A 栋和 B 栋宿舍的抓马日常。抓马日常？对。哇，就是你自己的日常。不知道，我可以替他分享一个。有一天晚上，大概是半夜3点左右，他在我房间门口，然后我就在床上这样躺着，因为很晚了，他推开门说就这样。没有推开，就是这样一瞬间。我说谁？他把门推开。你有泡面吗？啊，那真的。问一个花少的人，花少的人，但是印度湾的所有人花多，所以谁的？我觉得我花最少吧。第一吧。Yuki 的花算少。OK， 好的。和你聊天记录最长的人是谁？下一次聊天的内容是什么？应该差不多。我梦。What about the last? 没，我们的聊天是，我先去洗澡用，我先洗澡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结束了，结束。好啊，这样的。应该。Okay. The 最好的，哪里啊 ？When on the comment, I don't know, like message is okay. Okay. 问一个当小空稿的人，谁不喜欢很高地方？高地方？我也不怕吧。米卡，我很喜欢。可以。米卡提啊 ，OK。提点来写。很怕，很多人都不行。都有点。所以米卡。米卡。米卡吗？米卡。米卡问题。你最想跟谁一起去restroom？ 冲浪。跟谁一起去蹦极 ？Really？ 我。我和李某，我都可以。对，这是我人生中必须要完成的两项。你敢蹦极啊，兄弟？怎么不敢？我要从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每一个敢蹦极的人都是神仙。而且我还想跳伞，就飞机。我也想。这一下子，我现在不能飞哦。李某。Regardless of budget and execution, where do you want Into One to go together to record a variety show? 咱们肯定要去新疆嘛。多所知，有块地方它是有很多玉石在那片疆土上，而且那地方人很少，风景很漂亮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去新疆捡一块属于自己的玉石。想去冒险。对。那你说给韩国安排什么项目？蹦极啊。No。可以，其实不是说跳伞比蹦极要好一些，因为蹦极你有参照物，所以你那个坠感会特别明显。对，但你跳伞的话就还好。你说的很有经验的样子。哎，林墨，你是因为曾经做梦的时候，我梦见过我从高空下坠，然后醒了，长高了吧？你在创造营的时候是不是飞过？我记得，就是我们那个在，反正那个飞过，都是演的吧。OK， 谢谢。害羞的人最想什么呀？给我帮我一下。最想被哪位成员夸？请他现场夸一句。啊，我先选害羞的人吧。我们有吗？有人害羞。有人害羞吗？我觉得没有。哎，我觉得有一点点。对。我觉得有一点点，就可以吧。Yes，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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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？对，我觉得。啊，完了，端水大王，你夸他，他会不自觉的笑。不行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更有意思。对，周柯宇，你要选一个人，你觉得谁？你最想谁夸你？对，对，也可以。这个问题超难回答，一夸他就会流汗，然后笑。对，温度估计流汗。看他这空调打的。选一个人夸你是啥的人呢？是差外面的，在外面的。你选镜头。哎，可以，你对那个镜头说，我选你。对，你选镜头，要不？你对我看吗？镜头，选你啊。谁？
那就选米卡吧。哇，我期待你们聊。耶耶，我想看。耶耶耶，我想看，我想看。他帅，他帅，他帅，太敷衍。他帅，还得是头高高。他帅和高，所以还得是这么说。I wish I was you。我希望可以和他一样，我希望像他一样。我希望他一样。问一下队长和副队长，当队长累吗？首先刘宇先吧，给把麦给他。不累。有没有哪个熊孩子不好管啊？还用说吗？还用说吗？还用说吗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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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谢谢。Excuse me， 我真的很好管的，好吧？他其实还蛮好管的啦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我们来问一个老实的人 ，honest person， 谁是团宠？为什么 ？Who is the most beloved on one beloved one of into one？ 我觉得最老实都很老实。我再选一个最老实的吧，你吧。哦，派派最派派，他很老实。派派最老实。其实觉得所有人都爱互相爱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是我吧。okay， 谢谢。因为我不是 yeah, yeah. 有一个 reason 理由，对，理由就是因为我是最小的，对吧？所以所有人就是一直在包顾我，一直在啊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一直在教我东西，一直在帮我，所以有可能是我，对，有一个理由，对。然后我这个是问一个可爱的人，如果说因托万是个大家庭，你觉得大家分别要扮演什么角色？给小九吧。哎，你不了解？谢谢，是夸我吗？不是，小小 ，You guys like breaking the atmosphere。就是我们都是弟弟哥哥，然后我们互相帮助呀，有什么就是跟其他人说，什么都可以说，直接说，然后什么都不用就是跟自己收，或者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兄弟。开心的人。如果有时光机，你最想回到过去改变什么事情？改变什么事情？那我要问我的笑的声音最大的我的元哥。你问他吧，他声音比我大。没你大。你的是就是最大的。OK， 谢谢你。没关系。我想回到过去，把制作时光机的机器这个东西摧毁掉，不要拥有时光机。对，因为如果老想着过去的话，可能我就不能很好的看就是以后的事情了。对，问一个劳模，如果给你3天假期，你会做什么？然后我这个问题想问的是 AK， 但是这个问题我得改一下，因为如果给他3天假期的话，他肯定会写歌，所以我要把它改成：如果给你3天假期，并且前提是不允许写歌，你会做什么？和工作完全不沾边，就开心的玩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绝对不会，啊！我真的闲不下来，我可能会花，2天玩，然后1天拿来练舞吧。问一个孩子气的人，如果你走丢了，哪个成员会第一个来找你？为什么？找到你之后，你猜他会说什么？找孩子气，孩子气。我们这里谁最孩子气啊？林墨，你觉得？他说张家元。他说张家元是吗？孩子气，天真的，你可以理解。天真可爱是吗？对。孩子气，在你眼里，我们刚好有两个问题，干脆你们俩都答吧。我们先问林墨，就是如果你走丢了，哪个成员会第一个来找你？应该经纪人会第一个找到我。找到你之后，你猜他会说什么？他应该会说，早知道就不把你找到了。OK， 佳媛呢？媛哥，如果你走丢了，哪个成员会第一个来找你？我觉得应该是经纪人找完林墨，他过来再找我。卖这个笑。哎，那我们换个问题，就是如你觉得谁比较容易走丢在这里？我觉得迪娃有可能会走丢。确实是。烧烤，放音乐，巴伯利牛。吃饭，游泳，哦，游泳，对，潜水，潜水，对，我们要潜水，潜水，烧烤，去那个去海边
就是去抓那些就是合法的那些可以自己抓起来的吃的那种，很严谨啊，很严谨，就一定要，因为他们说大小也是有那个，一定要到一定要的大小才能去把它抓，太大太小都不能抓，去合法的地方潜水，然后抓那些吃的。合法的吃的，但是对合法的吃的，去合法的地方抓合法的吃的，然后自己把它合法的吃掉。我要晒黑，我要助晒油晒黑。助晒油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太白了。谢谢。就我很喜欢特别干净的颜色，就很好看。对。然后再加一些就是其他颜色，就一丁点的这种点缀，我感觉我特别喜欢。一身西装。很优雅，很简单，和你的答案一样。Yes。每次都觉得这个表它给我的感觉它不只是优雅，而且还是那种粗犷的优雅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那种特别帅的，穿个皮衣要戴个这种表，感觉很男人。下一秒看我手机电量还剩多少。很真实。我想知道就是下一局游戏就是对面应该针对谁。就是我上次丢那耳机盒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没有，我就说，哎，这为了嘛？我下一次丢了那耳机盒到底在哪里？这样我可以少丢一次耳机。我会长高吗？哎，我知道一个，近期的彩票那个。啊，谢谢。收。